係都提到咧，就喺呢部電影當中有咁多演員咧，佢自己都會覺得咧就係好榮幸㗎。嗱，不如咁啦，如果咧就係現場有冇一啲就係我哋嘅觀眾朋友咧，都有一啲就係電影裡面就係相關嘅問題咧，就係想同就係韓庚一齊咧分享一下嘅話咧，呢、這個時候咧都可以就係舉手。咁我哋咧都準備咗咧就係一啲時間咧，就俾大家可以咧去問一問我哋嘉賓嘅問題嘅。有冇啲朋友頭先睇完之後，好前面嗰、那個？拍了这部《建党伟业》之后，因为扮演的也是邓小平这个角色嘛、嗯，然后你最近也在筹拍一部新的，就是《国父孙中山》这部电影。嗯，我想问，你以后的电影戏路是一直会保持在这种非常正面积极的角色呢，还是说以后也想尝试一下一些坚决那种就是坏人的角色，或者是破坏一下自己的个人形象，就是拍一些丑角，有没有考虑过呢？是中国共产党90周年，所以呢我参与进来呢也算是我们出一份力给党的一个生日礼物，所以我希望有在这部影片里面有很多的年轻演员，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去看这部电影，去了解那段历史。那国父孙中山呢也是辛亥革命的一个纪念100周年，所以呢我现在比较年轻，我希望年轻的演员能多参与这样的一个电影，这个算是给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一个礼物。对，看了这个建党伟业还有国父孙中山也正在拍，想问一下下半年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剧，然后有没有想过接拍一些古装剧这样的，因为我们很期望能看到你的一些古装的主要是电影吧，古片子吧，还有建党伟业、大武神，还有国父孙中山，那还有就是我的第二张专辑，那应该是在明年我会努力去再接一些更好的一些作品，去演绎一些更不一样的阿庚。那我更多看重的就是一个剧本，更多看重的是一个故事，也希望把电影拍得更好，给观众的一个交代，希望观众能喜欢我每一部作品。大家好，干中间，哎，这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好，右边，好，中间，好，干中间，好，看看左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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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边这里，右边，好，上面，上面。